你只要道了歉，态度稍微好一点，我纠结、痛苦、犹豫一下，就可以原谅你。真相，朕其实并不在意你原不原谅朕，朕喜欢的是窈窕淑女，而并非你这样的乡野粗妇。那就是不想看见我呗。那你放心好了，咱俩各过各的，谁也不妨碍谁。所以现在，请你立刻马上放开我。不了解你，我可以慢慢了解；没有参与你的过去，我可以慢慢补偿。这颗代表什么？送给你正合适。